好，我是 Zero Plus 林嘉女孩的艾玛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ero Plus 林嘉女孩的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ero Plus 的严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ero Plus 的安娜，你是 Zero Plus 哦，谢谢。是 zero plus， 要强调不是 zero， 是 zero plus plus 零加女孩，没有错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在 zero plus 一出场呢，除了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甜美活力以外呢，我们马上 zero plus 要把他们活力的一面展现给大家，掌声欢迎 zero plus 带来的热情舞蹈。中国情人节记得呢要去送一下沙威系列的，真的是非常好用又实用。
我真的觉得沙威怎么可以不找你们代言呢？你们不但跟他们是好朋友，连特惠组都非常的投入，而且就像我们 Zero Plus 说到，其实当然这果然是我们女生的好朋友，可是其实也是男生的好朋友嘛。就像我们开场讲，因为他是女生的好朋友，所以呢，如果男生你有女的好朋友的话，那女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当然也是你的好朋友，当然要一起照顾一下啦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好，没有错。来，我们从他们五位呢，已经感觉到沙威有没有待会马上摄影机放下，也想抱你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去买，还有你们来为自己去买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刚才看到了 Zero Plus 的金哥热舞，也看到了他们这么甜美可爱的一面，当然大家呢就很想要哇更贴近他们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我们沙威25周年，既然我们已经连续2年邀请 Zero Plus 邻家女孩当代言，当然也要在今天让大家有好康，把这非常纪念性的一刻带回去。我们马上就有他们的签名海报要送给大家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所以呢，现场如果想要的，待会我问题的时候，你们先把那个相机稍微拿好，另外一只手借我，举手告诉我们的答案的话，就会把它亲手送给你。大家想不想要？想啊，果然还是前面的这些。